哇塞，太牛了吧！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今天去中山小学遇到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给了我这么多东西。哇，我也给了他一盒四周年回合，推赞！小伙伴们，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真不错呀！啊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能不能去中山小学去买四周年礼盒？如果敢去的话，我让全班同学给你，好吧？现在咱们去中山小学，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去你们学校的小卖部去买卡包，好吧？有可能还会偶遇粉丝，真不错呀！好家伙，跑了整整500公里啊，肚子都饿了，马上就要找到中山小学了，先吃碗这个面嘛，看上去还挺好吃的，超级的香。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好吧，小伙伴，中山小学咱们500公里就到达目的地了。哇，这是中山小学吧？真不错，这小学真大。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去你们小卖部，学校小卖部去买卡包。哇，小伙伴，看一下这个操场是不是你？你在不在这个操场里面？哇，真不错呀。好吧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小学的小卖部在哪边嘛？哇，这小女孩好活泼呀。好吧，终于到了这个中山小学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小卖部。哇，这个小卖部的东西真不错呀。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学校小卖部有绝版卡包，赶紧的告诉我，我明天就去你们小卖部去买超级绝版的卡包。好吧，真不错呀，超级值值，今天超级值，超级开心。哇塞，不是吧，今天真的遇到了粉丝，然后粉丝给我这么多的卡，全是一些 XR 卡，哇，太牛了吧。然后我还给了粉丝好多的卡包，给了他一盒四周年，还给了一盒黑钻。哇，今天看看咱们中山小学有什么收获，买了多少的卡包。好吧，真不错呀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然后遇到的粉丝给了我这么多的卡片，他说这些卡片他都不想要了，然后我也不好意思，我给了一盒四周年给他的，就是用一盒四周年跟一盒黑钻跟他换了这么多的卡，你们说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小伙伴真不错呀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看看明天能不能遇到你，好吧，也会偶遇我的粉丝，好吧，赶紧来插卡吧，买了这么多，真不错呀。哇塞，太牛了吧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今天去中山小学遇到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给了我这么多东西，哇，我也给了他一盒四周年和一盒黑钻，小伙伴们，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呀？真不错呀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这么多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不是背景卡啊，全是 XR 卡，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 XR 卡，哇，这么多，全部都是 XR 卡，这不是背景卡啊，我的粉丝给我的。小伙伴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看看明天能不能遇到你，好吧，跟你换卡吧。好吧，咱们开始拆卡吧。今天买了好多好多的卡包，哇塞，买了好多好多啊，买这么多，太牛了吧？看能不能出什么好卡。这是马燕，好吧，我们来拆马燕吧。很耐心，颤抖的手啊。这有点，哎呀，我去，好吧，终于把它给拿出来了，来，看看能不能出好卡。哇，这是不是好卡？哇，这太牛了，兄弟们，这是不是好卡？哇，这是好，哇塞，捷德啊，捷德，捷德，好酷啊，好酷的 CP 卡，好帅呀，兄弟们。哇，这是不是好卡？兄弟们，是好卡了，咱们刷个一。哇，贝利亚 SSR 卡，哇塞，好牛啊。蓝鸡皮，哇，运气太好了吧，小伙伴们！小伙伴们，你们学校叫什么名字？明天去你们小卖部买卡包，好吧？好的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